哎呀，我今天干点好事，来的时候忘拿钥匙了。哎呀，超过就打到了小食堂，没有空。买肉啊？买的就你不是有血的？看擦到的。我要擦鞋呀！大清早些啥也不知，一个面袋换的来了爬窗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我来了，我进来了。来吧，老刘 ，Hello。今天是越吃了越还钥匙还忘拿，哎呀，赶紧吃饭吧！中午还有人过来吃饭呢。哎呀，这个倒棒子！看看小食堂，伙食们总是向慕名而来的。小姐，小姐。哎，你说说，哎，这到小卖部去了，这连煮都不到。我越着急，那钱不越好，估计不到呗。你穿的少，你冷的，真的。我那个穿上的了，这都。我棉袄穿上了，那我那干啥子？还好活了，俺上我十几天了，还叫你吃饭。我喜欢的东西，但是不是房子就卡着。我其实拿个大堆，但是也是过来。我不是会小时候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不是都是我们只是喜欢拿，喜欢喜欢喜欢的。喜欢的。当然了，我就感觉的，因为我就是拿些个人出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走哪不拿些，当然出了还是享受的。就是说，热就不允许我加这个了。给你花椒，倒点老抽。别小子，你们芝麻没的。白也好做饭，真的，你其实学起来可困难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看得见的，让我做起，我觉得我想不见头的。早点通了，我就觉得能不多洗个锅，就是，就是吧。啊，你们这是洗锅界的英雄。老长的劲了，这是。咱就来一本香个火的吧，也没必要为水去给别啥。要不那个卫生间里。你看看这，来了，你是给做夜了是？这还是点啥事情？我给你来个浓稠土鸡蛋拌苦菜。倒点水油。你不会吃糕，那你好吃糕吧？那幼儿吃也难吃，是吧？
这是妈写的作文，够你。呀。哎，你咋样？老不点儿，你这是好的吗？你平常的你也看着了吗？点儿处理做了的吧？好着吗？人家天气还可以的。家出来走了，大蘑菇的。来亲戚了，啥亲戚你也不给介绍介绍。直播间里头的这些亲戚。第二回给妈的来野菜，昨天结果野野菜，一说咱没吃的啦。今天还有雪。今天明天两天雪。哎，都打了，玩不下来了，好费劲儿。哎呀，完了，我天蝎我也抽的。那个负责人，然后他。小姐，那是个什么？咦，加油加油，加油！好吧，就是个家常便饭，玲玲，不要客气。啊，我也不是。你吃了吃也可香，这家伙是刚香。嗯，就到黑黑这个桌了，说的。啥？啥种菜？你们这爷爷的啥种菜的，吃七八家了，买住一家一家的。要吃啥的？能有？这狗面软有劲。能有的。这狗面这是马小枣的狗面，这狗面就是调不来去。丈夫来了，有时候你要动个就脏的，你脏的死去。吃个饭就是最亏的，然后你们到哪去？去那个豆芽面去了吗？啊，你们吃花去？哦，李姑姐这是李姑姐，你那可吃好了，没给我们拿点。昨天就是可吃好了，你可是我没在，你要在我还拿不你吃的了。下回讲讲我们的步伐。哎，今天我儿子们可想来小一块吃饭。其实吧，真的我也给人做不上个别的，过于是好的那饭，太好吃了。好吃，好吃你多吃点。行，以后有做的没做的常来，啊。